我不只是得的王妃，我希望他是带着阿梅来的。我在这里得了之后，你们希不希望王妃跟阿梅他们两个是一起来的？我真的好希望，我真的好希望王妃这次来看她奶奶是带着阿梅一起过来看她奶奶的，这样的话她奶奶得都高兴啊，我们大家都得高兴啊，对不对？我在大连上啊，谢谢素来的小心心，还有加入的粉丝团，谢谢点亮灯牌啊，谢谢谢谢。你看今天晚上你们送的礼物又可以让我买包烟了，但是我不买烟啊，今天晚上你们给我送的礼物我就提现，马上提现，谢谢郭老师送的墨镜，我就马上提现去看王妃来了，对吧？因为王妃的奶奶她身体不好，不能空手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们给我送的这些礼物，不管是10块还是8块还是100块200块，我都提现给王妃的奶奶。好吧家人们，然后给王妃奶奶的时候我也会跟王妃的奶奶说一声，这些钱全部都是王妃的粉丝阿美的粉丝给你的，我自己另外再加200块钱，这200块钱是我自己的，这其他的全部都是王妃的粉丝阿美的粉丝送给我的礼物，我代表把梅家人飞家人代替他们给你送上来的，我一定要跟他们说这句话，我自己另外再给他200块钱，所以你们有能力的可以送点小礼物，没有能力的咱们就不要送礼物了，好不好家人们？我这么做不是向你们要礼物，但是你看你们现在到目前为止都给我送了多少钱呢？我看一下，到目前为止都给我送了20 20 20 24 6 8 10 12，都送了100多块钱了，送100多块钱的话我就可以提现50多块钱，因为一半是被官方扣走的，对吧？你一起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蜥蜴，对不对家人们？最重要的是一个蜥蜴，谢谢活神姐姐送的墨镜，礼物多跟少，谢谢树姐，谢谢，不要送礼物了，送礼物太贵重了。你看树姐姐她一个人就送了130块钱，就可以提现70块钱了吧？啊，对，130块提现65块钱了。但是我们就不在乎这个礼物多少嘛，我们就在乎自己的一点心意嘛，对不对家人们？别骗我们阿梅真的能来吗？没有，我这不是在，我不是骗你们，我也没说阿梅真的来，我
我是希望阿梅跟王菲是他们两个是一起来的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刚才没有听明白我这个话的意思，我是说王菲不是过来看她奶奶吗，对吧？谢谢这个用户126送的大墨镜啊。王菲不是过来看她奶奶吗，对吧？然后我希望的就是王菲来的时候不是她一个人来的，是跟着阿梅一起过来的。我这么个想法的意思，是这么个想法的意思。我不是说阿梅跟王菲一起来的，我也很希望阿梅是跟着王菲一起来的。然后我在这里高高兴兴的跟你们说，哎，直播间家人们，咱们菲家人，咱们梅家人，阿梅跟王菲他们两个一起来了，一起来看她奶奶了。我也很希望，我也很想理直气壮的这么说。谢谢胡蛇姐姐送的墨镜，我也很想这么说，但是我也很希望我所想的都能实现嘛。但是对不对，这些事情的话只是我们的猜想，只是我们的希望，对吧家人们，只是我们的希望。对，我是在幻想，我是在幻想，家人们，幻想没有用。是吧，小黑飞带节奏，没事，让他们带着嘛，对不对？毕竟咱们直播间有这么多人，肯定是有黑飞的嘛，对吧？有些人是口无遮拦，什么话都说，但是没事嘛，对吧？嘴巴长在自己的嘴上，自己想什么怎么说就怎么说。还有直播家人们，咱们人多力量大，咱们都一起发动一下，对不对？一起去探索一下，一起去探听一下阿梅在哪里。我要是知道阿梅所在的一个准确的位置，准确的地方，我真的我直接就去找她了。我要是知道他一个准确的位置，我就直接去找到了，家人们。所以你们要是知道他准确的位置，你们没有时间，或者是去不了，你们就跟我说，我去找他，我去把他带回来。我要让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。在山东地方很大，所以我要是知道一个准确的位置，我肯定会去他那边直接去找他了。哪怕是在那边等，在那边找，哪怕是睡在大街上找，睡在桥底下找，我都愿意，真的，我都真的愿意。所以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我都不知道该跟你们怎么说了，我们就在这里讨论一下嘛，就在这里商量一下嘛。我们就看今天晚上王菲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带着阿梅一起过来的？好不好？我真的好希望今天晚上，我一抬头。看到王菲来了，她后面跟着阿梅，他们两个是一起来的。对，你看咱们直播间
很多人都说阿米在山东，很多人都在说阿米在四川。我喝点水，好的，我喝点水。感谢刚才，送的那个热水啊。你是想的挺周到的，你怎么想到会给我送一杯热开水呢？他想的很周到，就直接来了，就给我送了一杯热水。谢谢送的小礼物啊！谢谢送的小礼物，咱们不要送这么多礼物，有能力的就送一点没事，没有能力的就咱们就不要送了，好不好？想不想收到冬天第一杯奶茶？谢谢有缘人送的第一杯奶茶哦。做的第一杯奶茶，谢谢。这个冬天的第一杯奶茶，这奶茶多少钱呢？很贵吧？看一下，这杯奶茶应该很贵哦。不要送那些贵重的礼物啊，咱们就有人气票的就送点人气票就行，谢谢啊。没有人气票的，咱们就帮忙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。你看，咱们分家人，咱们门家的人是有10000人的，但是有些人可能在忙，有些人没看到，所以今天来这边的就只有2000多。但是这2000多已经是有2000多人，已经是关心着啊，没关心着。王菲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了，对吧？我相信，等阿美出现的那一天，咱们菲家人、咱们梅家人，全部都会出现在直播间里面。这直播间人气肯定会到2万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阿美出现的那一天，肯定直播间人气会到2万。最少是10000人，对。放牛是以前的视频，对啊，现在不敢确定他是在哪里，所以真的不敢乱去找，因为去找这也是一个需要钱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需要钱才能去找的嘛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没有明确的知道他在哪里的话，我们也不敢乱去找，因为浪费钱。毕竟对于我来说的话，几百块钱、几十块钱，都可以算得上是。钱了，对吧？不像有钱人嘛，有钱人的话，他几百上千上万的都不在乎。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，要是准确的知道阿美她在一个位置，我愿意花钱去找她。但是不准确、不明确的情况下，真的。不敢去找，对吧？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所以不敢去找啊，家人们。要是知道去哪里的话，不是去找了，直接就是过去了。对不对？欢迎月这位姐姐，她等级是49的。月这位姐姐，她等级是49的。我直播间里面没有看到过等级这么高的，
等级最高的，我以为就是，活活结了，没想到。